搭乘这个高铁啊，来运送诈骗的赃款。啊，那我们这个也经锁定啊，啊，以这个调度哥为首的诈骗集团啊，那他这个集团成员啊，有收部手，啊，有车手，那他用这个毒品来控制这个旗下的成员。啊，那我们经过两个月的这个长期的跟监呢，啊，在日前啊，查获啊三名啊收部手及这个车手。那在昨天晚上啊，来也顺利查获到范姓的主嫌啊，那么现场查获一些证物。那我想瓦解这个诈骗集团啊，应该可以减低哈，啊，我们民众受骗的机会。